Please turn on the flashlight and taking photos. Thank you for cooperation. 下面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员及运动员。Please let me introduce the referees and the players this match. 一号台，裁判员刘金浩，记录裁判员张小舒。Table number one, referee 刘金浩 record referee 张小舒。运动员，中国选手戴勇。Players, 戴勇 from China. 中国选手孟凡宇。孟凡宇 from China. 二号台，裁判员傅中轩，记录裁判员张湘云。Table number two, referee 傅中轩 record referee 张小舒，张湘云。运动员，奥地利选手阿尔宾·欧斯纯。Players, Albin Ostrom from Austria. 中国选手管振。管振 from China. 三号台，裁判员孙树静，记录裁判员何小雨。Table number three, referee 孙树静 record referee 何小雨。运动员，德国选手菲提姆·哈拉迪纳伊。Players, Fatim Haradinaj from Germany. 波黑选手三金·佩利万诺维奇。三金·佩利万诺维奇 from Bosnia. 四号台，裁判员崔旭，记录裁判员范家伟。Table number four, referee 崔旭 record referee 范家伟。运动员，智利选手恩里克·罗哈斯。Players, Enrique Rogers from Chile. 缅甸选手杨少杰。Phun Mait Kyo from Myanmar. 五号台，裁判员郭强，记录裁判员魏斯。 Table number five, referee 郭强 record referee 魏斯。运动员，阿根廷选手乔治莱诺斯。Players, George Liners from Argentina. 中国选手陈双友。陈双友 from China. 六号台，裁判员傅依然，记录裁判员马唐奇。 Table number six, referee 傅依然 record referee 马唐奇。运动员，马来西亚选手谢书耀。 Players, Daryl Chia from Malaysia. 中国选手吴振宇。吴振宇 from China. 七号台，裁判员赵奇伟，记录裁判员温龙。Table number seven, referee 赵奇伟 record referee 温龙。运动员，中国选手田峰。Players, 田峰 from China. 南非选手杰森塞隆。Jason Theron from South Africa. 九号台，裁判员易龙，记录裁判员李勇。Table number nine, referee 易龙 record referee 李勇。运动员，蒙古选手阿莫尔吉日加。Players, T. Amarjago from Mongolia. 中国选手贾浩辰。贾浩辰 from China.十号台，裁判员张建国，记录裁判员彭向瑞。Table number ten, referee 张建国 record referee 彭向瑞。运动员，中国选手李克。Players, 李克 from China. 南非选手桑德勒马德拉拉。Sandile Madlala from South Africa.十一号台，裁判员周世龙，
记录裁判员马红旭。Table number 11, referee 周世龙 record referee 马红旭。运动员南非选手利维林塞奇威克。Players, 利维林 Sedgwick from South Africa。蒙古选手达木丁加木奇。D. Damdin James from Mongolia。十二号台裁判员张毅，记录裁判员李亚帆。Table number 12, referee 张毅 record referee 李亚帆。运动员新加坡选手曾庆光。Players, KK Chang from Singapore。蒙古选手胡德日梦和。I'm Kuder Monk from Mongolia。十三号台裁判员刘凯，记录裁判员张毅。Table number 13, referee 刘凯 record referee 张毅。运动员美国选手赵峰。Players 赵峰 from USA。 澳大利亚选手贾斯汀马库斯。Justin Marcus from AustraliaTV 三号台裁判员范文涛，记录裁判员吴妍妍。TV Table 3 referee 范文涛 record referee 吴妍妍。运动员中国选手赵汝亮。Players 赵汝亮 from China。 英国选手阿夫兰达。Arfandad from UKTV 二号台裁判员薛浩，记录裁判员郭晴张星星。 TV Table 2 referee 薛浩 record referee 郭晴张星星。运动员中国选手张坤鹏。 Players 张坤鹏 from China。 芬兰选手金姆尤哈尼拉克索宁。Kim Johanni Laksonen from Finland. TV 一号台裁判员徐锦言，记录裁判员曾叶丽温馨。TV Table 1 referee 徐锦言 record referee 曾叶丽温馨。运动员美国选手肖恩范伯宁。Players Sean Van Burning from USA。中国选手张太义。张太义 from China。 比赛开始。 Now the game begins。 阿克索尼你好。张坤鹏你好。请双方选手正中可以选手。预备三二一开始。张坤鹏获得开球选手。比赛开始，第一局，张坤鹏开球。
第一局，拉克索宁胜，比分1-0。谢谢。第二局，拉克索宁开球。
第二局，拉克索宁胜，比分2-0。谢谢。第三局，张坤鹏开球。
第三局，张坤鹏胜，比分1-2。谢谢。第四局，拉克索宁开球。10秒，五，
延时。犯规，自由球。第四局，张坤鹏胜，比分2-2。谢谢。第五局，张坤鹏开球。
十秒。延时。第五局，拉克索宁胜，比分3-2。谢谢。第六局，拉克索宁开球。
第六局，拉克索宁胜，比分4-2，开球上台。谢谢。第七局，张鲲鹏开球。第七局，拉克索宁胜，比分5-2。谢谢。
第八局，拉克索宁开球。
10秒。5、4。延时。
第八组，张坤、庞胜，比分3-5。谢谢。第九局，张坤、庞开球。开始了。第九局，张坤、庞胜，比分4-5。开球精彩，比赛暂停，10分钟 ，time out， 1 minute。是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他是我的眼，带我看球房的一切。手机实时查账，开台状态一目了然，清单想查就查，可操作即时推动。选一管家，淘宝搜索优泽计费系统。在澳洲，有一种葡萄酒一直跟随外交官一起传递澳洲文化底蕴，被当作澳洲名片赠送给各国政要，被称为外交官用酒。
它正是澳洲天鹅庄外交家系列葡萄酒。农夫山泉矿泉水，长白山的春夏秋冬，源自英国手工制钢工艺，碳纤维纤脚，11.5毫米特制杆头，独特的球杆锥度设计，比九球杆更具准度，比斯诺克杆更易锋利。他帮我夺得3次中式八球世界冠军。博茨干公学和中学台桥，博茨干官方服务热线400-6000-147。你可有许多选择，但冠军只有一个。野豹球杆，专注黑八，赢家选择。专注台球杆研发生产30年，中山大学联合技术研发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指定用杆，相信多数人的选择 LP， 让梦想更进一步。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他是我的眼，带我看球房的一切。直接实时查账，开台账单，想查就查，一操作即时推送。手机管球房就想优优则计费系统。在澳洲，有一种葡萄酒一直跟随外交官一起传递澳洲文化底蕴，被当作澳洲名片赠送给各国政要，被称为外交官用酒。它正是澳洲天鹅庄外交家系列葡萄酒。农夫山泉矿泉水，长白山的春夏秋冬，源自英国手工制钢工艺，碳纤维纤脚，11.5毫米特制杆头，独特的球杆锥度设计，比九球杆更具准度，比斯诺克杆更易锋利。他帮我夺得3次中式八球世界冠军。博茨干公学和中学台桥，博茨干官方服务热线400-6000-147。你可有许多选择，但冠军只有一个。野豹球杆，
专注黑八，赢家选择。比赛继续，第十局，拉克索尼开球。开球时机 ，illegal break。稍等。第十局，张坤鹏胜，比分5-5。谢谢。第十一局，张坤鹏开球。
第十一局，张坤鹏胜，比分6-5。谢谢。第十二局，拉克索宁开球。10秒，延时。
赛时间过半。十秒，五、四、三，犯规。自由球。十秒，
十秒。五。犯规，自由球。第十二局，拉克索宁胜，比分6-6。第十三局，张鲲鹏开球。
第十三局，张坤鹏胜，比分7-6，开球请给。谢谢。第十四局，拉克索宁开球。开球示警 ，illegal break。继续击打，第十四局，张坤鹏胜，比分8-6，谢谢。第十五局，张坤鹏开球。
十秒。延时。犯规。自由球。第十五局，拉克索宁胜，比分7-8。谢谢。在澳洲，有一种葡萄酒一直跟随外交官一起传递澳洲文化底蕴。被当作澳洲名片赠送给各国政要，被称为外交官用酒。
它正是澳洲天鹅庄外交家系列葡萄酒。Next illegal break, you will lose a frame. OK. 第十六局，拉克索尼开球。十秒。五。
岩石。第十六局，张鹏鹏胜，比分9-7，谢谢。第十七局，张鹏鹏开球。
十七局，张坤鹏胜，比分10-7，开球兄台，谢谢。第十八局，拉克索宁开球。犯规。先后自由球。自由球。十秒，五，四，
犯规。自由球。延时。18局，拉克索联胜，比分8-10，比赛暂停10分钟。海帽。专注台球杆研发生产30年，中山大学联合技术研发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指定用杆，相信多数人的选择 LP。
让梦想更进一步。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他是我的眼，带我看球房的一切。手机实时查账，开启清单，想查可以操作及推送。手机管球房，就选。在澳洲，有一种葡萄酒一直跟随外交官一起传递澳洲文化底蕴，被当作澳洲名片赠送给各国政要，被称为外交官用酒。它正是澳洲天鹅庄外交家系列葡萄酒。农夫山泉矿泉水，长白山的春夏秋冬。源自英国手工制钢工艺，碳纤维先角，11.5毫米特制杆头，独特的球杆锥度设计，比九球杆更具准度，比斯诺克杆更易飞离。他帮我夺得3次中式八球世界冠军。博茨干公学和中学台桥，博茨干官方服务热线400-6000-147。你可有许多选择，但冠军只有一个。野豹球杆，专注黑八，赢家选择。专注台球杆研发生产30年，中山大学联合技术研发中。让梦想更。散会。限号左右。
第十九局，张鹏鹏胜，比分11-8。谢谢。第二十局，拉克索宁开球。犯规。先后自由球。
十秒，延时。第二十局，拉克索宁胜，比分9-11。谢谢。第二十一局，张坤鹏开球。第二十一局，张坤鹏胜，比分12-9，开球清台，谢谢。
三十年，中山大学联合技术研发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指定用杆，相信多数人的选择 LP， 让梦想更进一步。第二十二局，拉克索宁开球。稍本场比赛结束，张坤鹏胜，比分13-9，恭喜。
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